噔噔噔，三堂饺子呀，姐妹们，满满噔噔啊，姐妹们，你看这个大饽子，嗯，好吃，三鲜的饺子，还是筷子得劲儿。椰树，哎，撕开！我原来可喜欢喝椰树排椰汁了，但是感觉这两年椰树排椰汁的味道变得清淡了，椰奶味变淡了。好喝了，大号小店里有那个金椰之家的椰汁，30块钱十瓶，跟这个味道差不多，但是椰奶味比这个重，甜度也差不多，姐妹们可以试一下，好喝。嘿，大嫂，从小喝到大，拜拜。这个是菜饭和生煎，姐妹们，据菜老板说是网红店，咱们来试一下。漂亮的生煎锅贴生煎菜饭，这是一个那个鸡蛋灌饼啊，姐妹们，是一个生煎刚出锅，特别烫，得晾一会儿再吃。这货已经不行了，只能看着干吃了。先来个锅贴，我把刨根来，锅贴好吃，就是放在表面，这个饺子皮有点硬，这谁给你的锅？全给吃坏了，这熟了，快吃。嗯。那什么，那俺姐包，俺姐人包，这人热气好。太淡。比我点外卖的好吃，但是没有蔡老板做的好吃。那我这浓，可能这么浓。他们这边做的米普遍比咱们家那边就偏硬一点点。
啊，看啊，老婆，我把图都看过。完了，穿这件五万一五万，我可以吗？够多了。这个昨天包间包的啪啪。焦香猪腿，两种口味。这个的话是那个肉松味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蛋黄味，这是蛋黄味。喜欢蟹黄味的，越嚼越香。